梗，对不对？我紧张，我紧张，我紧张。艾斯老师，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请到这么
厉害的老师来帮我，不觉得我们长得有一点一点的像吗？啊，有像吗？我们两个有吗？他们是亲兄弟。我是哥哥，他是弟弟。颠倒了。没有，就是我哥哥他看起来也是很年轻的哈，应该差0.5岁了哦。谢谢。对，我的哥哥，然后。对，我说没有哥哥了，抱歉。所以当然是哥哥要相助弟弟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下半场又看到他。对，然后我要讲什么呢？对，因为刚刚村长已经大概都把我们介绍完毕了。他把我们要讲的话都讲完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们也是有在玩创作的。刚刚那首歌是我们自己的创作，它叫《解药毒药》。是也，刚刚应该也听得出来，中间有加了别人的那种感觉，别人的感觉的歌。Bruno Mars 的曲风，很轻快的曲风。然后那首歌的意思是就是怎么讲，这个怎么讲呢？因为这个没有副歌是你写的，你要讲。自己写这首歌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只是觉得说啊。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就是宣泄的方式，然后像我们在玩创作啊，然后就写歌的人，其实最好的宣泄方式就是写，把情绪写在歌里面，然后用音符来代替它，对，只是这样子。那个解药跟毒药的，就是怎么讲？其实每个人对解药跟毒药的定义都不一样，对，对。可能有些解药是。把那个不快乐忘掉，但是有些人毒药是把不快乐忘掉。对对，都不一样，对。所以就是解药、顿点、毒药，那首刚刚那首歌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对，今天我们唱的歌都是我们自己的创作，对，对，然后都是对，都是他啦。就是我负责唱而已啦。对，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。我们怎么一直打架呢？很像从路边找来的歌手。对啊，我们组团也九个月了啦。啊，好了，不管了，先讲。这首歌叫《他说》。对，接下来这个歌是《他说》，是我。高中写的一首歌，因为我高中那时候很爱幻想，我是一个很爱幻想的人，对，动不动就是搞不好有人在前面吵架，还是在前面喝咖啡，我可以幻想他的情景，他现在是抱着什么心情来喝这杯咖啡，对，然后我常常是这种人，所以我都会自己幻想，然后把歌都写起来，这样自己幻想，对。这怎么讲呢？我以前很爱做白日梦嘛，现在也是啦，对，这首歌叫做《他说》。是吕布的他说，不是 JJ 的他说。对，是初恋儿童